着，然后你的身体在这边，对，腿抬起来，对，很好。啊，再来一次，再来。好，再一次就好，再一次就好。好棒，很棒哦，休息休息。所以他这个是开心的做，开心的做，你丢进了双鱼座的脸，双鱼之耻哎，来来，小哥小哥，吴老师请一下，开心一起做。这个是属于大胆求欢型的好色，他是大胆大胆。VCR 刚开始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个化妆的？哇，这个我们平常在咖啡厅化妆，通常会比较低调一点嘛，不会这样子。哇，整个散开这样子，很多是。虽然对健身教练在那边做运动也蛮吸引人，但那个化妆动作也好大哎。啊，人家是健身教练呢，对呀，上节目这个化非常重视自己的外貌，随时随地一直在这种重视自己外貌。其实从我们心理学来看啊，这个欲望也比较强一点。哇塞！可是他好者，可是他可以啊，因为今天一整排只有他没有加蕾啊，只有我没生小孩。对，我有想过为什么他没有生小孩，是因为他还没有想要停下来啊。讲真心话，你遇到喜欢的男生是主动出击吗？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会先看看别人怎么样，然后呢，而且我会看一下那个男对我有没有一丝好感。如果一到十分有个三分，我就会出发，不是乱枪打鸟。对对对，如果看他就是没在看我，所以从外貌是可以判断的。对，有没有说他星座？他是什么星座？双鱼。错，你们仔细看他，他绝对是比目鱼座。会不会是灯笼鱼啊？灯笼鱼会不会像？比目鱼的眼睛长比较足。好幽默，宪哥，你不要，你很烦呢。比目鱼啊，人家至少纽约回来会唱饶舌，他是葛仲山，对。喂，而且小优常常会恋爱失败，就是黄河区的皇后，他三分的时候就会出手，但三分是天注定的。没有，没有，这个三分不是这样。小优刚在 VCR 里面表现，还有他需要冒险刺激，他是冒险刺激，对。所以在性上面呢，也需要冒险刺激，或者是富国岛。旁边看到不止富国岛哦，可能有可能会被别人看到那种感觉，他会觉得哇，喜欢他，超级喜欢被看。觉得最浪漫的一次是在什么地方？最浪漫的一次，火锅店那一次不用讲。我好认真分享，我没有他们讲的这么离谱。当然，我觉得性爱这个在谈恋爱过程是很重要的。对，我觉得最浪漫是有一次我跟我那时候男朋友，我们住一个 villa 的那种自己的饭店，就是在海边，前面有自己的海边，哦，海滩，所以我觉得在海里，在海滩啦，其实我觉得那个还蛮浪漫的。你是多犀利的，来，各位，现在遇到重大问题了。好的，宇文，你刚知道，我们刚告诉你，我喜欢在床上而已。你得到五票，对不对？没有人问五票嘛？没有投他的是哪一位？那等于是五票最多，五票选你，因为我应该是他们五个里面年纪比较大的，然后我觉得我比较敢说直言，看不出来啦。对啊，那我觉得，比如说，我的人生经历也比他们丰富，所以我自己会觉得，就是有一些事情就是。男生可以说，女生也可以说，但是会说的人不见得会做啊。那事实上就是女男平等，只是爱讲而已。对，我比较稳定，就像我从来没有在沙滩上做过一样。可是我也没有参加，我也不会去参加什么男生某男的。可以跟他们唱歌，可是跟我做那些好一点。看一下你的玉女现形记，雅各。我现在已经到中间了。你好，你好。欢迎光临。这个在干什么？求教什么？哎，其实平常不是一个什么，就是一个老板娘吗？对对对对。哎，老板娘现在出国度假了。哦。对，所以我昨天才刚上班。啊，你不会冷？不会啦，这边很热。那我要一个那个热
热红茶，连话都讲不好。热红茶吗？好，没问题。那您在那边稍候一下，要为你送去。袁姐，我听你的 podcast， 我听说你有在征人日男友，我想毛遂自荐一下。啊！我绝对满足姐你要的三大要件，要持久。为什么要带跳绳上班呢？一个咖啡店有跳绳是很正常吧？哪里正常？哪里正常？怎么样？够持久吧？还有我的绝对够长。怎样？气够长吧？老实讲，我觉得还好。我还有一个，我的绝对够大。哦，这个不错不错，练得很好。怎么样？要不要感受一下大肌肉？好的，请问宇文姐到底会做什么事呢？一，保持距离，并且说哦，我已经看到了，或者是二，边笑边抱上去，或者是三，羞涩的用手摸胸肌。来，你的答案，来，应该是边笑边抱上去二。二对，因为差不多已经到了宇文姐的点了，对，临界点，临界点，他哪知道我的点是什么？你从来都没有碰过我的点。影片的精华在哪里？你们看片没有在看精华？什么魔鬼藏在细节里？在哪里？在于那个男教练说，咖啡厅里面跳绳很正常啊。店员有跳绳正常吧？还有直笛，然后就跳起来了，超高的。来，海产你。其实我觉得是三，因为宇文姐其实是口嫌体正直的人，她会掩饰她的好色，她会假装羞涩去把它扛上去。OK， 没有，我觉得应该也是三。嗯，就是很好好好，反正也就这样子了。对对，而且刚才才艺表演，吹纸笛，枉费你们投他五票了。好，正确答案请看。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啊，我自己来。好熟练哦。怎样，姐，我可以当你男友吗？真的很好哎，我们私聊回家。你回家私讯我，我们再慢慢聊，好不好？好，要回我哦，我会等你的。哇，牛奶耶！谢谢姐。啊，你赶紧去忙吧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我要解释，你看看我，我是现场最大方的，我根本没有什么假掰啊，因为他说他是我的粉丝，人家就我们对粉丝是不是要很好？粉丝要抱抱，我们就抱抱啊。你不容易，不容易去想说一不小心伤了人家的心。对，就是不要拒绝。对，就是他如果真的是配合度是最好的，而且他也是最自然的人。我很自然啊，你也不用。因为有一次我们去那个游乐园出外景嘛，啊，然后旁边你不要再讲我们去。然后旁边还有一些游乐园的工作人员或长官，想说要来协助，因为我们在那边拍摄嘛，来协助。然后那个游乐园有个设施叫大海浪，就是会让有海浪飘飘河啦。然后他一看到那个海，哇，在站的啊，很开心啊。然后下去了以后，因为下半身就是泡在水里，沾到水了。然后他一上来说啊，你看我的都湿了。然后他讲完那个游乐园的工作人员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就说啊，不好意思，袁姐要什么服务吗？哦。后来那两个人离职了。什么服务啦？吓到离职，都湿了，就给他成人纸尿片啦。来，所以边笑边抱上你，吃很饱型的。因为刚刚就像大家分析的一样，宇文姐是非常大方的。哇，看到这个猛男哦，一般看到没有穿衣服的店员，应该会有一点不知道要看哪里，会吓到啊，而且会觉得是不是什么诈骗啊？没有哎，就看肌肉。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宇文姐看视线在哪里？在肌肉上面，很大方，不在乎他帅不帅，没错，先求有再求好。而且那个肌肉这个力量感，力量感很重要。店员送饮料来，忽然坐你旁边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那是所谓的吃很饱是什么意思？就见多识广，
不缺，这个性缺很不缺，所以才这么大方啊。他也不用欲求不满压抑，直接很大方。哇，你有想要那我也配合也可以。今天的好色指数，其实我最看好的是不是拉拉？我的孩子都这么大，扮猪吃老虎。没有，那是你。我孩子这么大，我必须要身教。而且我被男生伤了那么重，我现在真的看男生都没有感觉。那你不能因噎废食。对呀，可以解决问题，还是会遇到好的。有很多解决问题的东西啊，很多小玩具啊，不一定要。不是这个啦，不是这个问题啦，不是啦，是创伤的问题啦。他有小玩具，小玩具。你看，他是不是露馅了？对啊，露馅了。聊心理创伤，他都变聊小玩具。每个月有宅配啊，帮他要赞助。七票你得几票？你猜？我觉得应该两票吧。两票啥？或五票？刚刚投给拉拉的，请举手。你竟然是零票！谢谢，没有。没有，跟你们说，真的没有看错人，我真的是被外貌耽误，因为我真的太……你现在怎么转一个弯称赞自己？对啊。被外貌耽误了，要拐弯骂我们四个哎，怎样？我们外貌怎么了？我们是情色，没有。通常长得这种清纯都很淫荡啊，我长得这种淫荡了，真的是，这心灵感真的，我也很想要找一个可以救我。好，直接来看看这段可怕的拉拉好色指数，偷拍。哎，真的哎，我超喜欢他。好，好，你要帮我拍一张照。啊，我手机。啊，都对。哎，那个拉拉吗？这是你哎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好喜欢你哦。我可以跟你拍张照吗？拍照可以啊。好。那个照吗？我想要牵你的手拍照，可以吗？牵我的手。对，拜托拜托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我们比爱心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我算，三二一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哎，你很正哎，谢谢。本人又更漂亮了，谢谢谢谢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好喜欢你哦。在偷放电。我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？好啊，可以问啊。请问你单身吗？嗯，我单身。你单身？我一直以为你有对象呢。没有啦，工作顾小孩都很忙，还没遇到过。那你接受年纪比你小的男生吗？年纪小 OK 啊。年纪小可以吗？相处得来，个性好就好。如果我有点身材，我肌肉高挑，这样也可以吗？哦，那更加分，超加分。一个给你看，我平常很认真在练。你不会冷？不会不会，看到你就不会冷。来，看一下我在练肌肉，这样可以吗？你摸摸看，可以很好。手过来，可以摸。当然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我练得很勤的。好，我胸肌也很厚实，摸看。好硬哦！那男生如果人鱼线呢？人鱼线，我练核心练得很轻，真的，真的，可以看，看我肚子很平坦的，好厉害哦！嗯，那好啦，我问你哦，你愿意帮粉丝完成一个小小心愿吗？小心愿，好啊，什么事情？好，就是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你，难得遇到你，我可以。就是在拍一张，然后是抱着你的照片嘛，把我放到群组跟他们炫耀。抱着我？对，拜托拜托。抱着我哎！来来来，可以的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可以可以什么啊？来来来，可以的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请问拉拉会怎么做呢？一害羞扑上去，二严厉拒绝告诉他不可以，或是三勉强答应。个人觉得勉强答应，我也觉得勉强，我也觉得，我觉得是二，我也觉得，因为我们信他不好，因为他前面就已经在挡人家牵手，他说啊比爱心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然后就说啊，不可以哦，而且他很常遇到狂爱他的粉丝，也是，所以他应该有解决办法。对，这就是他跟上面三位不一样的，没错，这个我们粉丝没有比较少啊，各位，请看这，我们在52台被撤照。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。
这里永远不断线。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个 APP 好贴心，中天的新闻、直播和节目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